那三装净水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它用了之后的感受。由那一天开始，我觉得我水很干净，冲凉的水、洗菜的水、洗衣的水也看得很清楚。我家里面有个水机，每一个礼拜我都需要换一支水芯，因为它很黑。 After 我们用了 Diamond Master Filter， 已经3个礼拜了，那个水晶还是很白的。